旅法画家许国玉就读景美女中时，补习途中被一股神秘力量引进书店，翻开一本书竟然热泪盈眶，感觉被人用双臂温柔地呵护着。12年后方真相大白，罹患重度忧郁症的心灵也完全释放了。请搜寻许国玉的生命见证，他的奇妙经历，你现在也可以参与。